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经文：往诣佛所，顶礼常跪，向佛合掌，给予解脱赞佛，发广大愿，颂曰。 法藏比丘到世间自在王如来前，给佛顶礼。顶礼就是用手接佛足。佛最低的是足，自己最高的是头。把佛最低的足放在自己最高的头上面。 表示对于佛的崇敬，长跪是指双膝都跪下，这是当时印度的礼节。两手合掌，向佛恭敬赞叹，用诵念“怯陀”赞佛功德，并发广大誓愿，“怯陀”。 就是句子翻译为宋。记中的每句话长短一样，并且可以唱。宋很像诗歌，文字虽少，可是含义丰富，便于念诵和记忆。如来微妙色端严。 一切世间无忧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逆药。世尊能演一音声，有情各个随类解。又能现于妙色身，普使众生随类见。如来微妙色端严。 如来是指世间自在王佛。黄念老说，能明白什么是佛的人很少，很多佛教徒所体会的佛等同上帝。色是色相，指佛的十报庄严土与报身的色相，都是微妙端严。 微妙就是智慧。本经积功累德品中说，法藏比丘住真实会，一向专治庄严妙土，可以证明极乐世界的端丽庄严超过十方佛国的原因，正是由于法藏比丘大智慧的流现。 往生论中说，极乐世界佛庄严、菩萨庄严、国土庄严，入一清净句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也说佛身、佛土的庄严，都是来自真实智慧，所以其力庄严不可思议。再者。 微是精微、精妙、精细的意思。众生心粗，不能入微。佛的相妙有无量庄严，可是众生不能觉察。妙是绝好，具有不能比、不可思、暂不可及的意思。妙字更加一个微字。 更是精妙之极。端严是端正庄严，一切世间无忧等。一切世间是指十方一切世界。法藏比丘赞叹是自在王如来的报身、报土、色相的微妙端严。 其他一切世界不能同等。赞佛记十方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也正是这个意思。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逆药逆药逆是指隐藏，药是指光亮。 佛放无量光明，普照十方世界。佛光所照之处，日、月、火和珠的光芒都不显现。例如，月明星稀。月亮非常明亮时，所见到的星星就少了。珠是指摩尼珠。 印度称为镇多摩尼，摩尼珠也称为如意珠，因为它能给众生许多如意的圣妙之物，并且有大光明。会书中说，世界的万品万类中，他们的光明照耀，没有能超过摩尼宝珠的。 可是，在佛光之中，摩尼珠的光也是不显。世尊能演一音声，有情各个随类解。如来的演说，能在一音声之中，普令法界一切有情，随着众生本类的语言得到理解。 如来的一音声包含了无边的妙用，一中有多，这正是华严世事无碍的境界。爱因斯坦说：“时间、空间、物质都是人类的错觉。”大家不要以为佛教是玄学，这些都是科学。例如全息照相。 把底片砸碎了，取一小块，用激光一照，照片中的影像一点没变，这就是一级是多，多级是一的科学实证。这与佛经上所说的是一致的。普贤行愿品说：“一切如来与清净。” 一言聚众音声海，随诸众生意乐音，一一流佛辩才海。这个寄语正同本经一致的。世间的语言，听者往往有方言的不同，水平的不齐，常常是闻同未闻。但如来的语言。 就没有上述的障碍。所有听到的对象，不管是此方人、彼方人、智人、愚人、是人是兽，都能愉快的理解。其关键就在于如来之语是清净语、清净句，是从离垢污染的自性中。 流出的微妙音声，因此一一音中都是全部的性德，都含有无边的妙用，能包括佛的遍财海，当然也包括一切众生愿乐欲闻的语言。每一个众生都可以得到与他相应的部分，因此能欢喜。 开解，这正是世事无碍的境界，是原教独有的。凡位的众生陷入妄想执着之中，自心从来没有一刻清净，自心不明，妙用就不显，自然处处都是障碍，又能陷于妙色身。 普使众生随利见。佛有五种身：一法身，法身是中道的离体，离一切细论，具无边真净的功德，是佛境界；二报身，地上菩萨才能看见；三应身。 指八相成道的佛，如释迦即是。四化身，指一时化现的佛，可化种种形象。五等流身，示现于天、人、鬼、畜等同一形象的身，可使异类众生也能见到佛，如面然大士。 就是观音现鬼王身，可使鬼去的众生得见佛法。法藏比丘赞叹佛，现一种微妙色，可使各类的众生随其本类可以看见的形体而能见到佛。上面说的是音声，这两句指的是身相。 同样显示华严事实无碍，不可思议的功德。请看下面寄送。愿我得佛清净生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界定精进门，通达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广大深如海。 内心清净觉尘劳，超过无边阿趣门，速到菩提究竟岸。无名贪嗔皆永无，获尽过往三昧力。以上是赞佛的功德。本段以下是发大誓愿，发愿很重要。 莲宗祖师，醒安大师说：“修行要务立愿居先，愿力则众生可度，心发则佛道堪成。欲学如来成，必先具发起菩萨大愿，不可缓慢，因为要觉他，首先要自己觉悟。” 我们要想把别人从睡梦中叫醒，你自己必须是清醒的。因此，要度众生，首先要自觉。有很多人虽有度生之心，但自己还是迷迷糊糊的，浑身的毛病，就想去弘法利生，这确实是脱离实际。 例如，一个人想当大夫给人治病，可是他既不研究医学，又没有临床经验。若是这样当大夫，必然会犯两种错误：一无照行医，二庸医杀人。由于诊断的错误，把病人给治死了。虽然出自好心。 可惜全成了坏事，人命关天，焉能轻视？人的慧命比生命更重要，因此要想觉他，首先要求自觉。愿我得佛清净生，法音普及无边界。这一段显示了觉他与自觉。 是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前面法藏赞叹佛能用一音声使一切众生个个都了解，因此法藏发愿，自己也能用同样功德，也能用清净音声宣扬妙法，遍及无边界。界有两个意思，一。 空间，此处标国土。二类别，如三界，世俗常说的政界、商界各界人士。界是表示人在工作与生活中的类别，这里的“界”字包括了这两种含义。由于佛的音声清净。 是从佛的智慧海中自然流出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、妄想执着，所以能够法音宣流，传播到一切世界，饶益无量无边种种不同类别的众生。为了无限的利他，所以愿求无边的功德，宣扬界定精进门。 通达甚深微妙法，广演妙法。首先是宣扬界定精进门，界定精进是六度中的三度。界是三无漏学的第一位，也是六度万行的首位，是宝塔的第一层。三无漏学。 是指戒定慧，在无佛之世，众生要以戒为师，可见戒律是极端重要。因此，法藏发愿说法力生中，第一个内容就是戒。可是教化众生，仅是前五度是不够的，必须以般若为前导。 所以紧接着就是通达甚深微妙法，甚深微妙法就是暗指智慧。除了教化众生，能行前五度之外，还希望众生能通达般若，才是法藏的本意。让大家通达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 通达净土法门，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广大深如海。为了让众生通达般若，自身先要智慧广大深如海。这正表明，要想觉他，必须先要觉自。因为是为了觉他，才自觉。 因此，不同于二乘，修行中智慧是首要的，要以般若为导，净土为归。不管是修学什么法门，都要以智慧来引导，才不会陷入魔境。要想了脱生死，给众生真实之力，若是离开了净土， 没有其他路子可走，普贤菩萨也是求往生，以身弘道。除了净土法门，还有什么法门能度众生啊？无管什么法门，没有一个不好。但根据众生的根器，有实用的与不实用的。 若是给他一个不实用的法门，那有什么意思？普贤行愿品中说，一部华严就是要倒归极乐。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说，一切诸佛沙婆若海，皆从般若波罗蜜生。诸佛一切智慧，亦从般若。 波罗密生是无佛时，所有善行、正行，皆从菩萨出生；菩萨方便力，皆从般若波罗蜜生。由上可见，一切佛菩萨智慧方便，都是从般若出生，所以般若叫做诸佛之母。 什么是般若呢？谭鸾大师《往生论注》中说：“达到了真如的智慧，叫做般若。这不是世间任何的智慧，不是你说法如云如雨，不是写论文、著作等身汗牛充栋，而是通达了真如的智慧。” 大成一章说：“真心体明，自性无碍，目之为慧，以显示明心见性才是智慧。有人误认为视知变聪是智慧，这恰恰相反了。视知变聪是修道者的最大障碍。一个人很精明。” 很世故，很有策略，很有手段，八面玲珑，能说会道，这是世智变聪，这是学佛人的八难之一。八难包括瞎子、聋子、哑巴、神经病等。世智变聪同神经病者等人并坐在一条板凳上。 这不仅不是优点，反而是致命的缺点。什么是慧呢？要明白真心的本体。自性是指自己的本性，暗是指无明。消除了无明，也就远离了黑暗，自性朗然显现，才能成为慧。 《家乡书》中说：“仅仅修前五度是不能出离生死苦海的，必须得依靠智慧的力量，通达开解本心本来具足的根源，也就是彻底的明自本心、见自本性，才能出离生死。”《小品般若经》说。 五波罗蜜，住般若波罗蜜中而得增长，为般若波罗蜜所护故，得向沙婆若。是故阿难，般若波罗蜜为五波罗蜜作岛。所以末法中任何人修行，都必须是般若为岛净土为归。 这话是依据圣言量的。上面的话是黄念老告诉我们的至理名言，这也是圣言量。内心清净觉尘劳，尘劳就是烦恼，尘是指染污，劳是指忧恼，盖覆你的真性，扰乱你的身心。 故称为尘劳。若是智慧广大，必然内心清净，必然也就没有尘劳。《心经》说：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”在般若智慧朗现时，自然了达。 正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都是虚妄。现在科学家都懂得了，物质是由于众生的错觉，物质就是色，望不是真有，望就是空。既然五蕴都空了，还有什么苦厄呢？当然就没有缠牢了，觉。 是指断灭绝尘劳，是彻底断灭一切烦恼，超过无边恶趣门。恶趣门就是鬼去，畜生去，地狱之门。由于智慧如海，内心清净，根除尘劳，于是超过无边恶趣门。 为什么说无边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三恶道，我们随处都可以进。这个门是无量无边的，在你的前后左右都是门，在你的举足下足之处都是门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堕入三恶道。只有智慧广大。 心境觉尘，才可以超过无量无边、不可说不可说的恶趣门。因此，我们时时要学菩萨，善护己念，速到菩提究竟案，菩提是指觉，菩提究竟即是究竟觉，案。 是指彼岸，究竟只决定完成至极的意思。究竟觉就是彻底穷尽了染心的缘，使觉全部同于本觉的如来果觉之位，达到了涅盘彼岸。无名贪嗔皆永无，大乘一章说。 痴暗之心体无慧明，故曰无明。无慧无明，全体痴暗的心就是无明。无明加上贪嗔，就是三毒。无明覆盖，所以本句的法身不显，般若智慧如明灯，千年暗示。 灯光一照，全部黑暗，弹指间就消灭了。破一分无名，见一分法身，破尽四十二品无名就成佛了。或尽过往三昧力，或是指见思惑、沉沙惑、无名惑，无名除尽，三惑全消。 当然，不再有什么过失，这是由于三昧的力量。大会如海，又加三昧定力，定慧等持，功德最为殊胜。三昧之中，念佛三昧称为三昧中王，又称为宝王三昧。前面已经讲过。 因佛佛相念，故知法藏比丘的三妹应为宝王三妹。请看下面句诵：亦如过去无量佛，为比群生大导师，能救一切诸世间，生老病死众苦恼，常行布施机界人。 精进定会六波罗，未度有情令得度；以度之者始成佛。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兼用求正觉。亦如过去无量佛，未比群生大导师，能救一切诸世间。 生老病死重苦恼，常行布施及戒忍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未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之者始成佛。法藏菩萨继续发愿说：“我也像过去无量的佛一样，要充当一切众生出生死苦。” 得究竟乐的大导师，我要能救度一切世间六道二乘和菩萨，解除他们生老病死种种苦痛。六道有分段生死，二乘和菩萨有变异生死。常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。 禅定、智慧、六波罗蜜，没有得度的友情，要让他们得度；以得度的，我要护持他们成佛。例如菩萨，就是以得度的。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兼用求正觉。假使。 供养恒沙树的佛菩萨，不如自己坚定勇猛的求正觉。普贤行愿品说：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在一切供养中，用如说修行等佛法作为供养，是最殊胜的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诸佛所重视的是法，因为依照佛经典与善知识的教导，老实修行，就可成就正觉。这是诸佛出生的地方，因此实行法供养，就是要圆满成就。这是对如来最大的供养。偶遇大师说。 你自己还未得度，就像自己正在河里挣命，还想救岸上的人，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这句话说的非常深刻。有许多人在这个地方还是不明白，这不是阿罗汉，只求自己觉悟，这是为了要真正去救度别人。 要想对别人负责任，认真彻底的贯彻这句话，只有先度自己，是为度他。所以，先度己不是只为自己。请看下面几颂。愿当安住三摩地，横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广大清净居。 殊胜庄严无等伦，轮回诸趣众生类，素生我刹受安乐。常运慈心把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。这八句偈颂是以上全部愿文的总结，这也是阿弥陀佛大愿王四十八愿的核心。 四十八愿，只是比这八句话更具体、更详尽、更完备，是这八句话的发挥和补充。愿当安住三摩地，横放光明照一切。我愿正当安住于正定之中时，不断的大放光明，普照一切。 安住于正定之中，是寂，是体；放光普照一切，是照，是用。因此，有体就有用，体用总是相联系的。这两句话也表明定慧等持。安住三摩地是定，横放光明是慧。 因此，我们修持就像鸟有双翼，车有两轮，要能并运，定会要等持。我们修行要行解相知，解和行要相互促进，安住三摩地，又能横放光明，记和照也是同时。 有的人入定之后就不能照了，有的人一照心就有所住，甚至散乱，这是寂和照不能同时的表现。教中有一首很有名的寄语：“静为妙假，观为空，能所两忘即是中。” 妄照何尝有先后，一心融觉泯无踪。也就是妄照同时，真实修行的人可以从这个地方入手，从妄照同时，弃入寂照同时。寂是体，照是用，也就是体用不二。 离体与适用也不是两个，这正是华严的事理无碍。离既然不动，是感而遂通，通是指通达，就是有所变化。这里所讲的不动和通达，在众生份上就是矛盾，就有爱。 只有达到妄照同时的人，才可以真实体会事里无外的境界。如果说欲行不能圆融，还得需要发愿、修持、忏悔，感得广大清净居。感是指感应，居是指国土。 怎么才能度众生呢？就是要感得广大清净居法藏菩萨祈求，愿与自己祭照同时，理事无碍、定慧等持等等功德，感蒙加披，得到一个广大清净的国土。极乐世界没有边际。 正是显示了广大。往生论注说：“佛土庄严入清净剧中。又”又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说：“无有一切身心忧苦，唯有无量清净喜乐，是故名为极乐世界。”正如法藏心愿极乐。 是个清净国土，殊胜庄严无等伦。法藏菩萨所求国土，不但是广大清净，而且是殊胜庄严无等伦。无等伦，没有能够相等的、相比的。殊胜是微妙奇丽，并有超绝的意思。 家乡书说：“修道急速成佛，故云超绝。书圣不但表国土形色的美妙无比，而且显示所含利益众生的妙用。所以水鸟树林，奇眼妙法，随其所闻，遇法相应。” 庄严有聚德同严净华丽两种含义。所愿国土殊胜庄严，超过十方，没有能够相比的。轮回诸趣众生类，速生我刹受安乐。极乐世界之所以庄严，就在于能够急速成佛。 往生以后就不退了，而且是寿命无量，这才是我们往生的真正动机。黄念老说：“咱们这个世界退远太多了，我看见很多人开始都是非常不错，后来垮台了，也是非常的彻底。因此，在没有挣到钱。” 每个人都要谨防业力发动，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些事儿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极乐的殊胜就在于速脱生死，速成正觉，这才是真实的安乐。常运慈心把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。 法藏的大愿，恒久都是如此。念佛不难，难于发心；发心不难，难于真实；真实不难，难于勇猛；勇猛不难，难于长久。要发长久心是很难的。 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积极，后来受到一个打击就退了。法藏是常运慈心把有情，他发誓度尽众生，众生不度尽誓不成佛。常是指时间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为三际。 无边是指空间，遍及十方虚空。法藏菩萨于一切时中，于一切处大慈大悲，度脱众生，悟其度尽方休。时间无有穷尽，空间无有穷尽，众生亦无有穷尽，故此大慈大悲。 大愿大行，亦终无穷尽。请看下面几首。我行决定坚固力，唯佛圣智能证之。纵使身止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我行决定坚固力。 为佛圣智能证之。法藏菩萨发愿，开头用“愿”字，可是结尾处不说“我愿”，而说“我行”，足见法藏之愿已经成为行动。因此说，愿意起行，而且法藏之所行事。 决定不能改移，坚固不能变动。这种决定坚固的力量，唯有佛的圣智才能证明和了解。粗浅者对深刻之人是不能了解的，只有水平相当的人才能有一些了解。唯有三觉圆满，五眼明朗。 智慧无碍的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唯有佛才能知法藏菩萨，可以给法藏菩萨作证。因为下地菩萨不知上地菩萨的举足下足之处，所以不能了解。纵使深知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一般人。 一碰到打击，壮志就消磨完了。学佛也只是五分钟热气儿。唐译为“纵臣无间诸地狱”，本经是诸苦中，当然包括地狱了。所以法藏菩萨的誓愿，纵使堕入地狱，此行此愿也不退转。这正说明。 法藏菩萨愿心决定坚固。如果只有愿，没有行，这是虚愿；单有行，没有愿，这是盲动。因此，要愿行相符，愿以起行，行以正愿，才可以圆满成就大愿。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。 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